编辑总的来讲，哈，编辑总来讲，他会是把一个稿子从零到出版，然后到把它卖好。好，听清楚哦，从没有东西到生出来、印出来，然后把它卖好，要卖好哈，不要卖不动哦。所以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旅程呐。所以出版社每一年的商机十几亿。这是报纸在几年前写的。从数学来看，好像是对的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本？跟各位讲一个很血淋淋的事实：教科书一本130块钱，出版社负担的成本是260到300块，卖一本就赔一本，所以它不是正的，它是负的。假如我的市占是30%的话，那我每一年光一本国文教科书要亏2000多万，好，这是事实哦。所以刚才我一开始不是有讲，出版社要生存出版社要生存。好，那为了要让它有市占，我们花更多的成本下去，好，消磨掉编辑的意志跟老板的耐心。同样的发声发音也是一样。其实就是你要做到位，你该咬唇，你就是该咬唇；你该翘舌，你就是该翘舌；你该卷舌，就是卷舌。如果你做不到位，你就是让你的舌头不运动，那就代表你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稍微再多花一点心思，勤劳一点，让你的舌头多运动一下，其实你每个人都做得到的。再来，我们要讲一下标点符号，它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大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像我们有时候会去帮人家配音。配音的通常情况呢，有时候哦，他不会拿，就是说，假设我是明天要去配音，他不会今天就给我稿子，
他是我到现场去录音的时候他才给我稿子，那我就要很快速的去看过，然后呢要去表达出来，那这个标点符号就非常大的功能。什么时候你句点，什么时候逗点，因为你要配合你的换气。这个同学就是有真的剪接过他才会讲出这个话，就是这个。因为很多人说那我就用手机剪接就好了，刚才说的就是重点，因为手机剪接没有办法做细部的微调。那个所谓细部的微调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季羡廷的学长这个影片他的声音都处理得非常好，访谈的声音会有大声小声他都有去调整。对我来讲，学生的作品内容重要，而不是你用了什么机器拍重要。我不希望学生去追求那个机器，当然机器当然拍好的品质可能会出现，但如果你们在这个阶段就是追求那个品质，在没有资源情况下拍出作品才是最厉害的。当你有很多作品，很好的设备你拍出来我才要笑你，才拍不出来我才要笑你，说你拿了这么好的机器还拍不出好的东西我才要笑你。所以请各位同学就特别要记得，就是作品内容比较重要。隐藏画布上除文字图层外的所有图层，不要变更任何图层的透明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它要去隐藏除了文字图层以外的所有图层。那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我们今天2020在考试的时候，旁边这一些快捷面板它会是完全关闭的状态。Thank you.
Hello， 大家好，第十二栏文在说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先聊聊韩愈。韩愈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掉了，而母亲更不用说，在他出生的时候 也去世了，所以他三岁的时候就正式的成为一名孤儿，然后也是靠着大哥跟嫂嫂抚养成人。但我们都知道他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，十三岁很厉害，就会写了文章。他当然也尝试过科考，但三次都没有考上，后来得到了古文学家陆贽等人的帮助，好不容易考上了进士，最后面又三次不第。之后他逼不得已只好去上书给宰相，希望可以获得荐举，拿到一个好公职，结果最后当然也是失败收尾了。所以他的应试之路还有高科举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辛。大家好，我是詹之权。我是李妙君。今天我们要来向大家介绍一篇激情满满的文章，就是苏轼的《文鱼可化云当谷雁足迹》。苏轼就是苏东坡，东坡肉的东坡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是个全能的人才。那在正式开始前，先来介绍今天的男主角文鱼可。文鱼可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兼诗人，也是苏东坡的表哥兼好友。这篇文章便是为了纪念文鱼可所写的。这段是苏轼写竹子的形象与画竹的方法，胸有成竹的成语典故也是出自于此哦。简单来说，竹子刚生时只是嫩芽，但节跟叶都是完整的。不过现在的人画竹时都是一节一节接起来，一页一页画上去，这种人的心中根本没有竹子啊。等等，那自筹赋蛇，复以至于见拔石君者，这句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描写竹子。筹赋是蚕后面肚子上的横纹，赋是蛇肚子下的横鳞，它们两个都很像竹笋表面包着一层层的笋壳。见拔则是形容竹子生长得又快又挺拔，不会蔫蔫的。真的是很厉害的比喻耶。而后也尝试将贪婪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分别有三种形式，例如广泛流行于现在的古人版赖贴图，较为普遍传统的书刊封面和一部电影的宣传海报等，添入各自的独特创意于内，发展出别样的风采。改编使得《西山雁游记》一文带入日常生活经历，使古文也能穿插现代新兴元素在内，后续也透过同学们的回复获得第一手的反馈。身为中文系，如何诠释一篇文章的技巧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，势必要掌握的。从题解、作者、注释到赏析，层层递进，逐步剖析，以至于使非本科的学生们也能明白其意涵。不过，前提是要自己先熟读文章，才能有好的诠释啦。就有一些工作是拍 YouTube 拍影片，于西思绪，因为剧本够写了，然后老师的回想还不错写。因为那个我觉得拍影片很有趣，而且一般聊天没有什么这种机会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多，所以特别有印象。认真，林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拜托老师给我过，谢谢。应该会。哦，你确定？有过。